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波。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本员光明天有个重大的活动。对，明天呢就是我们本员光的乔迁之喜。对。我们跟明天呢，现场会备有一些美食、美话跟美酒提供给大家。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画面。我觉得我们现场呢，这是我们教室，教室现场有布置了很多的画。那邀请，希望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们到我们现场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我们当天呢，也有一个艺术有约跟盛老师工厂检测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那我们有邀请到博纳图的艺术馆长宣颖来到这边，那他会就是教我们就是如何欣赏画，然后来提升自己的能量哦。对，我觉得看画的确需要学习的。对，就有一幅画，然后教导你说如何去看穿它所穿搭的一个东西。对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场呢还有盛老师的光场检测。光场检测呢，它就像是一个科学的观测器，它借由你的气场啊，还有色彩，然后表达我们当下的一个能量场状况。然后它是借由它的光的颜色，然后图形，然后数值，然后作为一个我们身心灵的参考哦。对，那我们现场啊，有邀请到顺源老师，他前几年有做过检测，那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。好，顺源老师。好，大约6年前左右，就是我常常会去跑医院，然后跑医院这段时间之后就去，人家说盛老师在做光场检测，那就是去给他检测，他用那个仪器帮我检测，扫描完之后就说，那时候呈现我的气场都是属于混乱的这样。的确，常跑医院就会有一些气场有点混乱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是透过一个观测器来检视我们当下的能量体的状态。那我们当天呢，有预约报名的，或者是你想要来参观的啊，我们就先到我们的21楼，对，我们的顶天商务大楼，地址在文心路4段，然后955号，21楼之3。对，我们当天呢，可以先到我们21楼这边报到。那我们的光场检测呢，其实是有安排时段性的。对对，那你就依照你的时段性前往到我们的1楼，我们1楼的会议室前往检测就好了。那我们的1楼会议室呢，其实我们分成2区。第一个区当然是我们盛老师的光场检测。对对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基本上我们报名其实是已经呈现额满的状态了。对，如果你当天真的很想要报名检测的话，还是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，我们帮你安排看看。对对，那我们另外一区呢，来波波老师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另外一区的话，有另外安排灵魂占星，然后能量卡，然后如果就是想报名，现场那边都可以报名哦。对，那能量卡跟灵魂占星是我们现场都可以报名，可以去检测的。对，是的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乔迁之喜当天的活动介绍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也欢迎大家呢，真的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到我们现场看看。对，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。对，机会难得。嗯，